哇，一点点，哥，我海螺啊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个什么东西。你听一下，听一下。没有声音，这里有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嗯。那先把被子弄了。行啊。搞定了。嗯，哎，多了。对，一般都是这样的嘛。走。哦，来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床单，不是被子。哦，这有三个人，这里可以睡三个人。它有三重被子，你看。没有三重被子啊？你看这是一床啊，这床垫。啊？这是床垫？你告诉我这是被子吗？这是被子，但这两个不是。但这个也是，这不长一样的吗？你告诉我区别在哪地？来，你跟我说。你说这是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。哎，妹妹，来来来，这个很好玩了。对啊，你说这个是啥？这个是什么？他说这个是被子。那我就问了，我说那这个是什么呢？他说这是床垫啊。我说这不长一样的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是被子，这个是床垫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但是我看到这个是床垫。那这个是被子吧？那那个是什么呢？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多出来的床垫，多出来的床垫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对啊，可以，那就把这个床垫拿走吧。那这个又是什么呢？这是被子。为什么它就是被子了呢？明明厚度都一样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它是被子，它只能是床垫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个是被子呢？我们不管了，它也是被子，它也是。要不这个还是交给这个房间的主人来定夺吧。那这个问题我们别想了，我们看海。好热。哎，哇，这太好了吧！今天还没出太阳，出太阳了，估计绝。好浪漫啊，这里，哇，我就只感受到了，真的。好想就停在这不走了，你看我这里看妹妹就是一幅美丽的画，哦，是吧？美丽的画，我这边啥都看不到。你过来呀！你一个人站在这中间，你非得在墙上。面壁思过，有更好的风景，你看看海。如果我们可以去到那个灯塔，我感觉也不错哈，很爽。对啊，就我觉得今天不出去都有点亏了吧。对，赶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喽！这是不是只有一个被套？是两个被套？那不能，哪个是什么呀？你可以告诉我，还是回到这个，还是回到原点啊？原点就是这个哪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被套对吧？这个是被子，这是被子，被子的内核对吧？对。还挺好看。嗯。OK。